曾理事长，各位的江营运长，那各位我们的李监事，一年起来解决三个表，你的病太胖了，所以你叫我起来都我好好啊，无解决三个表，去哪就要老了啊。啊，今仔日咧，我来赶快是第三度来参加咱的高平协会吼所举办咱的活动。过去是讲比赛，咱今年是嘉年华啦吼。对，今仔开始到十月多是连续假日吼，希望大家咧，予咱这个梦时代的这个人客吼，有一个无同款的这个感受啦吼。台南咧是咱台湾小吃的天堂吼。我昨办一个奖吼。啊，办一个美国总统专属节，暗时我请外国朋友吼去食小吃啦。我安那食的足好食，伊讲吼已经吼食到无得通去顶了。我无要紧，中昼阁有一顿的嘛，无咱食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赶快咱这个糕饼吼，伫咱台湾那是台南非常有名。但拄啊，正如咱的徐理事长所讲的吼，就是一旦讲是规世人，拢跟这个人脱离不了关系啦。尤其是咱。这间当然对有加这创意的一个啊菠萝面包，有咱在地的食材，包括咱的酸呀，包括咱的馄饨，包括这些咱在地的食材，该结合做伙，我想这是未来要行的一条路，就是咱要有创意的吼。所以今仔日来我讲话也咱看到咱这个所在吼，用这个哦，虽然登革热较舒缓，但是大家还是认真拍拼吼。不过我想，咱规个产业总是要复兴，用这个来做咱复兴的第一步。啊，等下呢，我要去这个客家黄皮世界遐吼，伊嘛是同款是规个观光产业、一个住宿产业、一个休闲农场。我若要复兴，我若叫我去过啦。啊，你即摆咱市场吼，伊机会咧装接顺，所以有真侪这方面的工作吼，我若想我来处理。啊，我来遮呢，我若再多代表市场吼，跟咱这个徐理事长、甲陈理事长来办这个意义、这个活动，希望呢。就由咱这个活动咧，当慢慢带动外地人吼来这个所在意愿啦吼。啊，当然登革热这个问题，大家拢共同认真拍拼吼。啊，所以咧，这所在咧做这个活动咧，会当顺利成功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来，谢谢我们副市长，接着